带灵光哦，没关系，我在补妆。大逆，大那大逆就把人全黑了，黑影就好了。我需要蹲低吗？你的头的角度可以稍微偷动一下，这样子左右头的左右。你可以高一点吗？是逆光落之后再拍摄。很感性，因为这个时候就要靠感觉。机器啊，机器好，机器好就拍得好啊，没有，人好就拍得好。那玩的人不算。Üzerine doğru geliyorum.